秋风雨烟散，慈祥给我飞翔的翅膀。爱让孱弱的蓓蕾抵抗着枯萎，你用倔强承受妈妈，年年有余的余字怎么写？干什么呀？小孩子写个作业，你至于那么紧张吗？好了，小孩别哭啊！爸爸教你怎么写，我们不影响他啊。走，爸爸教你。小孩最乖了。小红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你会害了强强的。我要是公开他生病的消息才会是害了他。他一辈子都会被人用那种眼光看着，以后学习工作甚至结婚生孩子会影响他一辈子。影响他一辈子，他就这样病下去，一样没有办法学习工作结婚生孩子，你知道吗？我会想办法给他治的，我一定想出办法来。你有什么办法啊？你就这样给他扎针，你看看啊，你看看你自己身上啊，扎的青一块紫一块的，你把他治好了没有？啊！我说小红啊，你就听我一句劝吧，你就别逞强了，行不行？我听说齐江太平镇有个老中医，他有个祖传的方子，专门治这个病的，但有点远，大概有七八十公里。我明天一大早就去。你请个假，在家陪着强强。你七八十公里，你去干什么呀？啊！再远我也得去，只要有一点点希望，我就不放弃。我说小红，走，你。到底要整到什么时候？
哎，请问一下，那个太平镇还有多远啊？哦，都到了。啊，谢谢啊。蒋神医是住这里吗？蒋神医，哎，哦，你找他看病哈？啊，是。哎，郑华子，他就是住在这儿的。哎，我给，我带你进去嘛。哎，蒋神医，蒋神医有人看病来了，蒋神医。哎，我哪个恁个早都来喊嘛？我还在睡午觉，下午2点就来上班了嘛，恁个恁个早都来喊我嘛？哎呀，蒋神医。在那边有个大老远来看病的病人，哎，来江神医，你给别看嘛。你好，江神医。哎，坐坐坐哈。哎，那你坐嘛。哎，好的。你把手拿过来嘛。哦，不是我，是我儿子。嗯，你忘人了吗？就有一次落水，吓坏了，就有点。那脑壳有问题。我是听说您这儿有一个祖传秘方，我今天是来向您讨这个方子的。哎呀，你那个算是找对了。我们江神医，那条街上头啥子脑壳有问题啊，神志不清的，只要找到他，吃了药药绝对是药到病除，全部都医好了的。太好了，那就麻烦你了，江神医，麻烦你给我开这个方子吧。开个方子倒撇脱，不过这方子里面有几味药，贵得很咯，又很难找，就是10年8年，也不一定找到那几味药。那怎么办？大妹子，我看你这病啥？那又摊到那么个事情，我也心里想帮你。哎呀，江神医，我晓得你那儿还存了几副那个药的，你嘛就帮下那个大妹子嘛。不行不行不行！不行，哎呀，江神医，就麻烦你，你就帮帮我行吗？好用的药，他们都等到你，不行不行不行啊！哎呀，江神医，我晓得你那几副药还珍贵，不都是有点贵个嘛？那个药价钱。那多少钱一副啊？一个疗程要吃6副，一共要3000块钱。要这么贵啊？你嫌贵，那就算了嘛。我这个药你吃下去，保证你娃儿病得好啊。好不了，你来找我。哎呀，我跟你说。这个钱没得了，可以再找。娃儿肚子里够哟。那个病呢，最好早点治，早点好。我这儿也没那么多钱。哪里有好多钱嘛？这里是2000，还有一个50。2050。不行不行，那就算了嘛啊！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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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好好。哎呀，好算了哈。江神爷，你都帮哈别个嘛，别个那么远跑起来。哎呀，你给别个娃儿医好了吗？别个儿还晓得来感谢你的。就是，江神爷，你就帮帮我吧。麻烦你。好嘛好嘛。你把那药拿回去吃了，你娃儿的病肯定就会好。治不好你来找我。好好。那你等会儿，我就给你抓药去。好好。谢谢你啊，贾神医。坐着等会儿吧，坐着等。哎，好的。谢谢你啊。坐坐坐坐。哎。谢谢你啊，大妹子。哎呀，没有没有，不客气，坐会儿热了热了。
办了事，走。行。我告诉你，吴云，你漂也给我漂干净点啊！啊，你别给我成天的招摇过市、丢人现眼的。算我求求你好不好？啊，我要脸的，我不像你那么不要脸。哦，你倒好，你漂完女人，你拍拍屁股，你挣钱去了，我还要在这儿过一辈子呢。英子，我问你，英子，你为什么就这么恨我？为什么？把你脏手拿开！为什么？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把刀给我。好，这钱你拿着啊，儿子，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现在就去，去吧。儿子，使劲花钱办什么事情？睡不着，出来坐坐。你呢？我也睡不着。哥，你可瘦多了，脸色也不好。你常年在外面跑车，你要注意身体啊！我知道。哎，英子，你最近怎么样？和吴云的关系好点没有？好什么好？就是因为吵架我才下楼的。现在大院里都传开了，说看到他在大街上跟一个女人勾肩搭背的，他不要脸，我还要脸。其实吴云还是爱你。爱个屁呀爱！他以为他在外面挣点钱回来，哦，就可以称王称霸了。以前他还凡事都让着我点儿，现在可好，说话气儿都粗了。我才不吃他那一套呢，什么玩意儿？英子，我说你这脾气该改改了，啊？这夫妻之间过日子，就跟锅碗瓢盆是一样的，总会有磕着碰着的一天。其实说起来，吴云对你还是不错的。好了好了，别说我，说你呗。我听吴难说，那天你家儿子在学校晕倒了，怎么回事儿？我听别人说你儿子……没什么。强强呢，就是上次落水的时候受点惊吓，小孩子嘛，恢复他需要点时间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哥，以后有什么心事儿，
别憋着，找我说说好吗？这么多年，我爸我妈早就把你当做我自己的儿子看待了。我还有也在心里把你当做自己的家人。我知道，英子，我知道。要是当初我嫁的人是你，那我们的生活不该是现在这样的。我觉得你过得并不开心，而我呢，就从来没有快乐过。你说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呀？儿子不听话，老公在外面偷女人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你说我还活着干嘛呀？咱们这帮人里边，属你最出息。出国的事不能耽误。再说你也是为了帮我姐出气。要真有什么事儿，我来扛。什么？好兄弟，哥，我要真进去了，我就一个要求。帮我照顾好我爸妈。小伟，你放心，你放心，今天你帮了我，我不进，我是不进的。道歉。你这是。听听他。有病啊！明天有没有空啊？啊，跟哥一块儿去公园玩玩。凭什么去呀、啊？臭流氓！上水吧！上！老娘一会儿挨个泼死你们！来，替我取消明天所有安排，我有重要事情要办。结实了，想吃什么？晚上给你接风。肉。走。我想看看我妈跟我姐。行，上车。走。上车。妈，
妈，叫外婆。外婆好。叫舅舅。舅舅好。哎，还有紫薇叔叔。紫薇叔叔好。喂，各位回来了，回来就好。快进屋。哎，对对对，快进屋，妈，快进屋。紫薇，来，喝水喝水，妈，喝水。好，哎，小贝，喝水。啊，舅舅，干嘛那么客气？哎，小红，哎，这几年你瘦多了，人也晒黑了。妈，小伟，你看你姐。都两个孩子了，成家了，我也放心了。你这次回来，小红，你说哪个单位敢要他呀？阿姨，我在广州那边有几个朋友在做生意，我想先介绍小伟过去。好，好。小伟，你这次出来，可得重新做人，要不。我死了以后，怎么有脸去见你爸？哎呦妈，这小伟刚出来，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啊，怎么死啊死啊的？就是。外婆，外婆，你不会死的。啊、乖乖乖，我强强乖。妈妈，外婆，就为什么要戴帽子呀？啊。舅舅怕冷。妈，您这次回来就别回去了吧。哎，不走了，别走了。正好，妈，就在我们这儿住吧。不不，我还是带着小伟回家去住，这样我放心。子飞，那小伟工作的事情就麻烦您了。别客气。哎，子飞。好长时间没到我家来喝酒了，啊！啊，对，我的菜，你们赶紧做啊！哎，小红，加两个菜啊，一块吃啊！好。哎，来的早不如来的巧，就今天啊，不醉不归啊！行啊，强强，好好陪舅舅玩啊！哎，妈，我去跟小红搭把手。哎，好，去吧。坐啊坐啊！哎，喝水喝水。小红，我想，我想去买断供灵。啊？你说什么呀？虽然我现在不用值夜班了，但白天还是不放心强强，想回来守着他。我听说了。买断工龄可以发一笔钱，大概有8000块左右。我想用这笔钱给强强治病。你说说，你们俩有一个我省心的吗？林红，不是我说你，当初我叫你跟孟子飞，你偏要跟张丽，你叫我说什么好？你现在你看看你带着俩孩子，工作也没了。你出什么出出什么出？你也是搭什么架呀？啊，还动刀子？这进去几年出来好了吧？好了吧？你好了吧？啊，你说你们俩真是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你，外婆，外婆，你怎么了？我都对了，姐。
来两碗稀饭吧。来了，馒头来的急的。哎，好的好的，来。快坐啊，先坐一下。哎，老板，给我们来两碗稀饭，再给我们来五个包子。哦，好好好。大哥，您看那卖包子的女人长得还行吗？还可以。来了，来。啊，怎么搞的？怎么回事？你这是？我那个衣服是外国进口的哦。实在对不起啊。那要不这样，一会儿你们这个早餐的钱我也不收了，行吗？你的洗碗都把我们打发了，走。那要不你这衣服脱下来，我给你洗了，明天再过来拿，行吗？那明天穿啥子？你说句好耍的呢。实在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你干什么？我今儿可跟你说了啊，要么你就赔我大哥钱，要么看怎么个赔。你一个大男人欺负别个一个女的，找你两个大男人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别多嘴，走。赔钱赔钱，我赔钱。来，这样行了吧？够了吧？啊，你这点钱就给我打发了，不行。这不是不赔钱的哦，我干啥子？你想，你咋个？我是他妈。你咋子？你要怎么样？你说你们两个要怎么样？算了，不跟你两个计较，走，滚。那边来的人咋？妈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呀？你忙不过来叫我呀。哎，孩子呢？在家呢，没事。老板，哎，要一个盐菜蛋。哦，好，你去你去。嗯，一个盐菜蛋是吧？对，好，马上。船票拿好了，我这一走你眼前就干净了啊。不过说了也是，像我这样身家不干净里子面子都不好看的人，老在你身边晃悠也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啊，什么牢骚呢？你说你待在这儿老有阴影不是？就算别人不说你，你自己成天也胡想。到广州多好，没人认识你，更没人知道你做过些什么，一切重新开始，挺好的呀。好什么呀？离家十万八千里呢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行了，知道你有难处，在广州那家公司给你谋了个主任的位置，好好干，别给我丢脸。哎，等等等等，来。管什么的？能管多少人啊？那我怎么知道啊？你得去那边之后，人家负责人给你安排。总之一句话，不管干什么，都得自己争口气，啊？得嘞，飞哥，这事儿爸。哎，不过飞哥，说实话啊，我还真舍不得咱们这个地方。这边姑娘水灵，你帮我留一点啊。你小子没个正神啊你！行行行，走吧，开船了。回吧。英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屋里很闷的，我出来走走散散心。哦，哎，你怎么了啊？怎么还哭了？啊，没有，没事啊。哥，你是不是喝酒了呀？你瞧你那脸红的，跟关公似的。我喝了一点，不多。心底憋屈，怎么了？你没听说厂里改制的事儿啊？
啊？说是要把我们的车队解散了。你说像我们这样的人，除了开车还会什么呀？哥，在我心里，你是最有本事的人。我觉得这是个机会，你还不如就出去闯闯呗。哎呀，这上有老下有小，出去闯，闯的连饭碗都没了，该怎么办呢？啊？谁呀？给老子回来！下面的事不操心，就不操心爹娘的事儿。哥，回来回来。那我先回去了，我家里有事儿啊。你喝点水啊，以后别喝那么多。去吧啊。那我怎么了？哎呀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哦。哎呀。哎，听说城里要改制，你们怎么样啊？能怎么样？哼，厂里是希望自谋出路，哼，实在找不到出路的，就等着厂里安排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哟，你这跟谁喝酒呢？喝得满脸红霞飞的。我自个儿喝的，心里难受。自个儿还喝成这样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我妈说了，她说愿意借点钱给咱们，让你去跑出租。出租？嗯，听说现在跑出租可挣钱了，一个月可以挣好几千呢。对呀，嗯，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啊，我跟你说，那二冲那几个哥们儿，我跟你说，跟我说过要跑出租的事儿，嗯，我都没在意呢。对，跑出租。哎，这下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嗨，我有什么好辛苦的？多少累，我都心甘情愿。不知道是秋天的哪一片落叶落错了方向，我的家变得越来越古怪，母亲的人生变成了一碗药汤，而弟弟就是他溺水时的救命稻草。十年来的每一天，他都把弟弟缺氧的那几分钟小心地掩藏起来，就好像爸爸每天开着出租在这个城市转来转去。我们家除了不准提和鱼有关的一切事情，
那个年代该经历的都一样经历了。好，先收拾办完了。好，没事，再见。谢谢你。不用谢。哎，没事，弟弟。祝你们幸福。都离婚了，还幸福啥呀？谢谢你啊，再见。房子、票子、孩子，都给你。没想到啊，忙活了大半辈子，什么都没有，到头来。这你自找的。哎，我明天就走了，我想再见见小兰。对不起，他不想见你。不见就不见吧。你说这男人离婚呐，是越离越穷；这女人离婚呐，越离越不好找。真为你操心，你以后怎么办呢？你说你。谢你的操心啊！我就不信了，我们女人少了你们这样的男人，我们不会过日子了，我们不活了，是不是？行行行，再见了，是永远都别见。你去死吧你！你怎么了，小红啊？哎呀，没什么，可能就是起太早了，有点低血糖，没事。什么没事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休息休息啊，今天不出摊了啊，去。哎呀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说不出就不出啊？没事儿。什么没事？那、哎、那去去，帮我把这个包子给蒸上吧。好。倒杯那个糖开水吧。哎，好嘞。来，糖开水来了，来喝点。哎呀，我说你呀，啊，给人做早点，自己却什么都不吃啊？身体是自己的，啊？我这不还没做好吗？来来来，我给你搭把手，来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。行不行？啊？没问题。小红，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什么？二叔跟我说了，他有个朋友，想做那个出租车的生意，但手里没钱，愿意出两分力，高息借钱。哎，我觉得咱们这事可行啊。把这我们的20000块钱借给他，那可是咱们家乡里的钱啊！这万一要是……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行！哎，我跟你说，哎，我早就算过了，哎，只要他那个车一动起来，一个月哎，还我们4000块钱没问题，补回去就回来了。最保守最保守，一年。咱们钱就回来了，什么心都不用操啊，净挣2000-3000块钱的利息，没问题呀。哎，说的也是哈，得给我卖上几百屉包子了。就是嘛。那人可靠不？可靠，二成说了，是跟他穿开裆裤的朋友。那改天把这个人约来见见面。行吗？行，存银行合算。来，我给你搭把手。哎呀，干嘛啊？嗯，睡觉去，开了一天车了，快去睡觉。我能行，没问题。好吧，你铁人。好，我睡去了啊。嗯。酱肉包子了，最后五个了。那我要啊，您要啊？拿我呢？准备准备，包球。包
好球！哎哎哎哎，大哥好球！犯规了，没犯规，犯规了，没。浪哥 ，just do it！ 哎，好球！大哥，犯规了！犯规了！你犯什么犯规了？你们谁给你犯规啊？球！我们这球犯规了！哎呀，哎。耶！没进，没进，犯规了！就是你们犯犯啥规啊？哎呀！游泳啊？是啊，我跟你说，水池里面一泡，好爽的感觉！哈哈！哎，哎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！过来过来过来，我们商量好了要去游泳的，你去不去？我就不去了，我要陪我妈呢。呀，红红，你怎么了？啊，哪里不舒服啊？嗯，没事。你连游泳都不会，你是不是个老爷们儿啊？什么的？哦、你还不如我呀！去吧，去吧，啊，走嘛，去就去。哎，这可不行，咱们去医院嘛！快快快，我们去医院。哦 ，Let's go！ 游泳了！哎，你舅舅是干嘛的呀？怎么他们下班了，怎么还在那游啊？管理员，管理员。那以后游泳多找你了。是啊，没问题。哦，小熊的舅舅，游泳场的管理员，以后游泳都找他。Go， 走。哎，张强。行了呢？你怎么没换衣服呀？我从来没有游过泳。切。我没有游泳裤，要不你们游吧，我就不游了。行不行？哎，我说张强，这水里很浅，没事儿。就是，之前不是都说好了吗？我带两条泳裤，要不我给你拿去？不不用了。张强，你不游吧，我就不游了。张强，咱们之前不都说好的吗？你这要是走的话，大家多扫兴啊！对呀，就是扫兴啊！去嘛，我不会游。哎，不会，我教你。走了，不游了。张强，哎，快点啊！张强，你快点，我等你。快点啊！走嘞！走！张强！请中国跳水运动员吴楠楠上场。我来了！大哥，下来了，下来了，下来了，怎么进啊？哎，上上来了，上上来了，这水不深，你上来了，下来，我不会游泳。哎呀，我教你吧，快快快下来！哎，是爷们儿啊，来来来来。怎么了？